被指兜搭陌生人，呷醋男向女友动粗。身为情侣，信任就好重要嘅，所以未搞清楚之前，就千祈唔好妄下定论。据知有酒气嘅36岁男人，见到同样有酒气嘅30岁女朋友同陌生人对话，一时系醋意大发，喺北角天后庙道黄龙道交界拉扯，女友怀疑被推跌，大叫救命，惊动途人报警。星期五凌晨大概1:30，警员赶到调查，女友就话系先倒，唔使送院，案件列作纠纷。独家角度，最强名家，最新战报，触动世杯，一网睇尽。